妈祖提示：祖庙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，人行密密缝，意恐滴滴。人呢？要走无去啊！这位娘娘啊，你紧看一下啦！迄汉奸，你着妇人哦，抱着囡仔都有堆杀啦啦！系啊系啊，汉奸的代志应该得汉奸人家己去处理。恁如果若认为应该爱去救助这对母仔囝，为什么就一定爱等候我开口呢？大爷，阿哪样？咱赶紧来救伊啊！好，吃吃。你唔通怪我心胸手软，我早一点啊送恁全家伙到西天去团圆。到底是什么原因？明明拄啊人还不在家，转眼之间就无看人。天啊！赶紧走，紧走！大爷，你有看到无？我真正想不通哦，这母仔囝在咧可怜啊，是安怎寒天哦，一定要甲害我死啊！都对咩？啊，因到底是犯了什么罪，爱落到这款下场啊？拖堂啊，袂着讲哦，救人一命，功德圆满。袂着讲，咱任务已经完成啊，啊，先生转去禀报天妃娘。嘿嘿，水，行行。
谢你解救阮母仔囝，感谢你。参见天妃娘娘。天妃娘娘啊，这对母仔囝吼，我已经甲救完啦。啊，怎奇怪嘞？这对母仔囝吼，是咱去拄着这大灾难啊！这个囡仔一心头灵光，一定是一个吉善人家的后代。千里眼顺风耳，天妃娘娘，恁两个赶紧去下凡，查明这对母仔的来历，尽速回报。是。咱即马已经进无路，退无步。头前是断崖，后壁有对壁，咱已经无路通落去啊！天公伯啊，你敢真是无要留一条活路予阮行是？既然敢，我就顺从你的意思。你甘忍心出去找死？无辜，你甘忍心出去找死？阿婆，我是不得已，阮母仔囝已经无路通去啊，所以不得已，我才会想要安尼做，只有死才会当解决一切。相公无路通行，我虽然是一个凄美的阿婆啊。但是我每天都拢找路，搁求生啊！踮咧轮回中，加害家己的囡仔，这是罪大恶极，天地不容，应世袂用的超生的啊！我是真是，来啦，带我来头前迄个砖头啦！世界拢是高山绝壁，即马。面头前又阁是断崖，要哪有路通行啦？你带我行，一定有路，你免烦恼啦。阿婆，你行这远的路，爱休困一下无？不用啦，夫人啊，这一路行来，无法讲。你心阔真善良，讲话嘛真有气质。想来，你著出自一个高贵的人家啊！只是你若遐呾讲，想袂开，要找这绝路嘞。
这讲来话头痛。一个囡仔出世就歹命，拄到家变。虽然天开的这么大，可惜无阮母仔囝用心治地。乌白讲，天有好心指点，绝对是袂有好人走投无路的。只要你唔惊吃苦，坚持落去，一定会有见光明的一日啦。阿婆，听你讲起来是真简单，要过前途茫茫，君无依无我，就算讲我会堪要吃苦，要过眼前的厄运，恐惊是脱袂过。运是由心起，只要心肝若是善良，当夹厄运来拖磨。会记，达条大路，阮踮在你的眼前，行落去，你就会明白啊。阿婆，你也毋是新鲜啊，你免哪会当知影讲，阮头前的路是好行啊，歹行，运是好啊，是歹了。家己的意志若是拢无坚定，就算讲是新鲜。嘛，无法度来你斗三工啊！妈祖娘娘，妈祖娘娘，爱有信心，这就是上佳好的保证。妈祖娘娘，多谢你，多谢你解救我甲阮囝的性命。妈祖娘娘。希望你会当永远保庇我，永远保庇我。咱赶路这么久啊吼，啊，咱找一个所在小歇睏一下好无？哎，唔免啦，啊，夫人伫厝内咧等，咱赶紧转来去，让伊安心。老爷，夫人实在有够好命啦。老爷，你对伊这么好，阮下骹手人看吼，足欣羡的啦。哦，实在有够甘心的。哎，阿丹哦，这嘛是应该的啦。啊，阮也无惊无离啊，啊，我唔照顾伊，是要照顾什么人？老爷，你阁真有心哦。请问这位歌星有何指教？您拄仔过来时阵，有看到一个胡人抱着一个红孩啊，伫咧赶路无？无咧。迄个胡人甲着这个红孩啊，拢是朝廷的钦犯。如果恁有看到，赶紧来衙门报案。人若抓到，绝对重重有赏。走。一个富人人抱一个红孩啊，那也是朝廷的钦犯，这到底是安怎来安尼？哎，老爷，时间无早啦，咱卖管闲阿叔，转来去好不好？行啊，你有听到红孩仔咧哭的声无？敢那有哦？啊！哎呦，哭到安尼啦！哎呦，哦！哎，快快快快！来呀，人家来呢，紧提药啊，甲救人啦！快快快！哦哦哦哦哦哦！哎呦！我看这对母仔囝，
敢若是官兵拄则甲你讲的朝廷的情愿啦，安尼要安怎啦？救人要紧啦，老爷，咱卖管闲啊事啦，咱转来去啦。我叫你做，你就做啦。两条人命的呢，哪有见死不救的啦？这位夫人，你的囝在家，你放心，伊平安无代志。多谢老爷，多谢老爷。这位夫人啊，你唔用惊，我知影你是朝廷的嫔妃，但不过阮唔是官府的人，你免走啦。而且你即摆吼身体这么虚，我的厝就伫头前啦，尔来我的厝休困一下。这位夫人啊，阮老爷是诚心的，你千万唔通怀疑啦。千里眼侍奉你，速来见驾。参见铁骨英雄。本座爱你去查明迄对母仔来历，敢有啥物结果？铁骨娘娘啊，这个夫人啊，就是这个福建孙武。六代人的夫人王秀春啊，这六代人哦，就是无爱甲这个东条干系，为忠贤哦，干悔啦，所以吼，无法度啊，无法甲人共党哦，伊就甲陷害、甲斩死啊。好佳哉哦，这个六夫人哦，带着囝吼，紧逃出来。哦，对啊，天威娘娘，这六家三代为官清廉啊，常常咧做好这个百姓啊，积善积德，才会当让这个囡仔哦，系奉乡化吉。好，这个夫人哦，救伊一命，躲过这个劫难啦。莫怪，伊果然是忠良之行，积善人格后代，真是可悲又可喜呀。无啦，铁骨娘娘啊，这凄惨的代志，哪有啥物通可喜啊？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敢讲不应该爱清喜？嘿，无啊，铁骨娘娘啊，这对母仔即摆处境都已经足危险，强要无法度躲过啊，哪有啥物后福通我讲呢？既然自有天相，恁两个就免阁担心了。夫人，老爷回来啦！夫人，夫人哦，老爷回来啦！夫人啊，老爷回来。老爷回来啦！伊是啥物人？伊都伫个半路破病啦。我看伊吼手阁抱囡仔，真可怜。我唔得带伊回来，暂时让伊在遮休困。夫人啊，咱做人吼，都要有菩萨的心肠。伊有困难，咱都要救伊，这是做好事啊。你若做好代志，我是无反对。啊，不过上好莫甲出问题。阿生啊，你带这位夫人吼去客房休困。好好啊，甲招呼，叫到家吼，煮一寡物件出来，互母仔囝食，啊，是，哈。哎呀，夫人啊，你是咧安怎啦？你甲我讲个清楚，迄个查某下面个囡仔是啥物来历？我著甲你讲啊，迄是伫半路拄着，我也无甲你骗啊。你是咧甲我当作是三岁囡仔？我看伊的穿差根本就无像伫咧半路流浪的人啦，你搁咧阿骗？你若唔信，你就去问阿成啊。问阿成，阿成下面是穿钢条裤的，伊当然嘛是听你的话啊。这位夫人啊，你先休困一下，我叫下骹手人传一款物件给你吃吼。唔免啦，这位大兄，唔免麻烦啦。我看我是来走了。你拄拄啊来，是安怎就要走啦？我看恁夫人敢若无啥欢喜，我若阁留落来，会害老爷歹做人，安尼都唔好。你袂使走啦，你若走，我是要安怎向阮老爷交代啦？人生在世多行善，你的福报自然来。剧中甲夫人秀春带着伊的囝，在官府一路的追杀中，会当脱离危险，保住母亲的性命。而且在吴老爷要倒转去厝的半路中，去予伊拄着。吴老爷明知影秀春因母仔囝是官府的亲员，嘛是甲带倒转去府中。这一切拢是秀春母仔囝的福报。
朋友，妈祖服务恁大家，只要有人需要帮忙，唔通当作真麻烦、真啰嗦，尽家己的力量去给因帮忙，这就是你咧修福报。人咧做天咧看，妈祖会随时保庇你，请继续收看妈祖的单元《慈庙心》。当当当当，别再骂，别再骂，别再骂我妈妈。